听说里面有两句话要送给他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那都是文青来的，真的哇，这个特别字这个。名这个字义太深，看不懂中文是吧？对，你有阅读障碍是？没有，是你自己太丑。字蛮特别，主第二威廉主持好一点，不然换我。刚刚刚刚浅显易懂。请问收藏的玩具和安心雅的写真书必须丢掉一样，你会丢哪一个？当然是就是把写真书丢掉啊。请说出一个令宅男女神会崩坏的秘密。那真的很多哎、欸。他这个，比如说你人家正在当面呛他说：“安心雅，我觉得你脚一定很臭。”他就马上脱下来给你闻的那种人。哇塞，安心雅，怎么样？听说你脚很臭是不是？你闻、啊。我不信。纳豆、阿 Ken、罗志祥，三个人同时掉到海里面，你会救谁？那就阿 Ken 好了。哎、欸，等、等，等、等、怎么样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救阿 Ken！ 你说因为这个节目主持人，他不救你，救阿 Ken， 你什么意思？顶改！等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阿 Ken 他如果撞到了，他游泳，好不好？不要啦！安全之吻。谁、猜拳谁赢到我的吻？在拿我们，加招不？一把啊！也是赢得三战两胜啊！三战两胜啊！全胜！阿布，全胜！哇！恭喜你！啊！赢到我的，我一路知道游戏规则。李路伟，你要看重播吗？谁猜拳谁赢到我的吻？赢到我的吻？赢到我的吻？